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这样今天我就想要做一个开箱，开箱什么呢？这个东西为什么会买它呢？是因为我觉得今年就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吧，就是可能我体验了很多工作，各位更加清楚我未来想要做什么，然后也开始慢慢好像踏入社会这样子工作，所以我觉得就想要奖励我自己一个东西，就是好像纪念今年，纪念这一年，就是虽然是有 COVID-19， 可是还是很充实我过到，所以我就想要记录一下今年，过后奖励一下我自己，所以我就买了它。这样它是什么呢？我们事不宜迟，就马上来开箱。我就是买了它，现在开箱给你们看。一定有人很好奇，为什么我可以去买？这我又没有去到 KL， 现在 CMC 又我讲去 KL， 是我托我一个朋友买给我的，就是还有他。它是需要工作来可以买马六甲的配料，它还是一个这样子的。然后这里有它的这个，这个应该是 receipt， 这个就是它的 receipt。来，我们来开箱这个吧。这个就是一个，这个是我 research 了很久、筛选了很久很久的一个东西，就是。我到最后会选择它，因为真的是很好看，又很实用，又适合我出炉的人。所以它里面就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dust bag。你这个是什么？就是对，就是这个卡头的，它的 saddle 的 shape 的，就是马鞍型的这个 Dior 卡头的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 logo， 还有它的经典 Dior logo。连它里面开上去就是有一个。那个字哦 ，Christian Dior from Paris。来，现在我们就来看它里面。这为什么会讲它很实用呢？因为它可以放钱，也可以放虚令。因为现在很多 bag 都是很小个了，你买太大个的 wallet 是没有用的。所以看它这个里面，它有一个 compartment， 过后两个、三个可以放卡，过后这里有一个大的 compartment， 因为你看它旁边是很阔的，可以放到你的。可以放到口红也是，如果你没有放钱那些，然后尾也是有一个孔把门，这样子。而且你看它的皮质哦，是粗粗，是不会这样容易刮花的。因为我去看过很多 research， 去看小黄书，那个Chanel 那些啊，羊皮那些都会比较容易刮花。如果不是羊皮的话，那个皮我又不是很喜欢一粒粒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最好的选择。人家还是非常适合出炉的人用，它也不会起球啊。我是看人家的 research， 人家又很耐用，又很实用，又可以装很多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可以装多少呗。而且我是一个不喜欢大大个钱包的人，我也是喜欢小小个的，所以我们看它可以 fit 到怎样。看它可不可以放钱，里面放一点看它不够，放一块钱。你看，如果是这样子，它就压不下了。OK， 所以要把它折了再折。哎呀，随便，就这样折了，再折了，就可以放进去了。原来还是可以放虚令啊那些，看看有没有。基本上就是这样子，你看它可以容纳很多。这里我还没有放啦，等下我再看我会放什么。我还有很多卡的，其实还没有放完。不过我看人家网上还可以变成一个小链包，你去淘宝买那种链就可以变成一个很时尚的小链包，所以我会选择买这一款。来，你看它这里可以容纳很多卡，到20-30张都可以啦。你放超过，然后我这里就放了一点钱，连虚令都可以。
就是一个非常你这样拿出去也很美，怎样出去都很美，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个是一个 goodbye 啊 for 第一次，所以真的很喜欢。就是我拍这个只是要分享我的喜悦给你们，不是任何的东西。所以如果你们就是我觉得非常 meaningful 啊，我就要用它来纪念我这一年这样子吧，就要买一个东西去reward 我自己，也是要纪念这一年这样子，就是我的努力这些。所以我觉得适当的时候买一些奖励给自己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希望你们喜欢这一集的开箱，不过我这一集的开箱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还没有 subscribe 的话，就去 subscribe share like comment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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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thanks for watching 拜拜。